马众多大大小小嘅喷泉当中，就系呢个许愿泉对人带嚟最大嘅震撼。佢系巴洛克式华丽设计，填满呢个细嘅广场。大石喺建筑物旁边伸出嚟，泉水就由20个孔口一泻而下。尼普顿喺度指挥紧佢嘅手下，而喺佢嘅上面，泉水流向引水管。引水管是在公元前19世纪建成，著名的五彩画家和声乐家雷斯皮基都难以抗拒地要为这一座建筑物作曲。他的确有工作，就是1917年的罗马的喷泉。雷斯皮基很生动地描绘了罗马喷泉，反映出浪漫时期的音乐概况，作品很个人而且充满情感，灵感都是来自作曲家本身的经验。他们说，如果你背着个喷泉抛个钱币落去的话，那你就会再来罗马，虽然我一定会回来，不过玩下都无妨。